数猎手自太虚异界降世，他们将兽魂寄宿人身，与之共存，化人族为拥有异能的异者，在海内大荒留下传说。有的被当作带来灾祸的妖魔鬼魅，有的则被视作造福人间的圣人瑞兽。然而人族由于害怕异能的力量，成立山海会，大肆捕杀异兽与异者。就这样，一个传奇的大山海时代开始了。好久不见，老朋友。森罗万象，救世之力，而我才是他们的天命。云泽，莫再以傀儡示人，现出真身吧。白泽，
魔鬼面中的相柳兽魂让我明白，人族弱小，他们渴望的是喜乐，却又因为仇恨不断的自相残杀，那么唯有待我吞治天下人心，无心便无恨，方才有太平，方才有争斗。如此，我便如你所愿，让你为人族而死。上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去救那些人？当归啊，听娘的话，娘去去就回。娘，白走，献出你的心吧。刚刚，最近吃多了点，跑得太慢了。老白毛，伤得这么重，在那儿待着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好啊，天祥地瑞，双寿齐聚。麻烦的东西凑在一起，那就简单了。等我牵了你们的心，便天下无敌，一切都将归于虚空了。心理变态，打了个毛球！大家。这些东西是城里的百姓，他们的心已经被吞噬了。他奶奶个腿的！当刚，